由苏有朋执导，王凯、张鲁一、林心如等主演的悬疑电影《嫌疑人 X 的现身》已经于3月31日上映了，获得了不少观众的支持。目前票房胜于同步上映的《非凡任务》和《绑架者》，其中林心如在《嫌疑人 X 的现身》中被家暴跪地大哭都是亲身上阵，当时林心如还怀有身孕。用导演苏有朋的话说，在他最幸福的人生时刻，却诠释了这样一个悲情人物，既不用替身又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敬业程度让人刮目相看。林心如在《嫌疑人 X 的现身》中演技大爆发，看过该片的小伙伴纷纷表示，被林心如的大量哭戏和眼神内细微表情传达出的人物情绪所震撼，能够将这个悲情人物完美演绎，作为婚后第一部大荧幕作品，